我相信大家咧细个都特别想要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你整个特效。我同你讲呢、這个李慧一定100%中。各位走鬼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ice， 而家已经18岁生日，第一弹，长命到咗啦，耶、yeah! ！我哋用热烈嘅掌声欢迎长命小姐。唔好意思，我而家处于一个素颜嘅状态，但系我样衰，相信大家已经见惯噶啦。嚟啦，拆我嘅生日礼物啦！12月12日嘅提早嘅生日礼物。系而家只系可唔可以搣胶纸？而家只系10:00。英国时间，其实系咩嚟？嘢食定咩嚟？即系呢一个系嗰种传统嘅外国嗰啲叫咩啊？笃笃嗰啲盒。咁即系我要笃嘅。系啊，你唔系话你中意玩，你好似食朱古力嗰个咁样笃。你第一个就笃24号。咁我应该笃几多号？人哋顺序笃。哇，系纸嚟噶。你抽到嘅号码系第一个嘅号码系几多号啊？3号是画一张，都俾我。By the way， 同大家讲，有吉，有嗰啲咩多谢惠顾嗰啲。五号，五号系你阿妹嘅礼物。出埋出嚟啦，系呢个系你自己。佢偷睇咗我第二份礼物。Handmade 面。Handmade 是重点。12号是 gel 夹一次，上面几次 gel 夹一次。20号是我请你喝珍珠奶茶一次，珍珠奶茶券。21号，我相信大家咧细个都特别想要一样嘢，就是波板糖。我想讲呢一个咧系每个人细个梦寐以求嘅一个零食嚟，咁大嘅波板糖，手掌咁大嘅波板糖。大唔过我块面咯。你块面大啫。我指甲崩了，你冇指甲。16号啊，16号系圣诞卡一张。17号，17号系圣诞卡2号，系你家家，系家家嘅圣诞卡。你乜咁有诚意？我啲生日礼物好，你知唔知我呢一份生日礼物好似系由1月定2月嘅时候我开始讲，我有同阿张荣明讲我想整咩。各位，我用1年的时间去准备他的生日礼物，他用1分钟的时间去准备我的生日礼物，即是他现在跟我说他本簿还没画完。其实我未买晒咯。咪系咯，虽然我生日不是现在。八号，范志林嘅唇膏。Thank you， 我而家先有用。Thank you， 6号。6号是戒指，虽然不是真戒指。但我覺得好靚，我聽日係咪要戴住佢翻學？我覺得呢一個咧係我買過特別靚嘅戒指。2号，2号係第二幅畫喺後面。嚇、啊，兩幅都係我噶。我噶唔通？我以為你俾間間嘅。我畫咗記錄，哇，好有心機啊！哇，1号，1号係第三幅畫，係我用咗好耐時間去畫嘅。你知唔知咧？其实呢原本是立体的，但是呢刚刚我稍微看一看，它好像被我夹到扎扁了，所以好丑啊！而家喊出来啊，唔该。19号是阿 Janice 小姐吹住话要嘅嘢嚟，可以俾我照下自己有几样衰。睇块镜啊！你俾人知道你后面有几乱，你唔好咁啦。唔好意思啊，18。8号，好耐之前跟你讲过 gel 夹 set， 剪死皮嗰啲夹夹。14，哇！各位，你整个特效，自带特效。我同你讲，呢个李慧一定100%中。各位，走鬼，走鬼日常。我咧呢一、這个咧系 Janice 小姐之前喺 IG Story 度话好想饮嘅一个，佢话好好饮、哦，所以我买咗呢、這个就系点解我个夹咁重嘅原因。镜头喺嗰度。Oh，sorry， 各位呢一、這个要摆喺 center， 呢个好中意。9号，呢一个咧礼物系我自己都非常中意嘅一个礼物，就系、是、咧相信大家咧喺外国都会见到一啲自己整嘅嗰啲糖霜饼。4号 ，Janice 嘅。啱啱嗰个系佢阿妹。哦，各位呢、這个夜光啊，呢条手链。15号系我书包，系一开你就见到。哇，好重啊！我个书包点解今日孭唔到呢？都系呢一个原因。
各位，这个是英国特产，英国的圣诞蛋糕。早几天我的表舅父都买了给我吃，这个很好吃，是提子包，但如果是没有提子就更加好吃，因为我不喜欢吃提子糕。嗯，我喜欢吃提子，所以不得了。七号呢就是未完成的作品，这个是个自己整的手袋，但我未整完。其实我等先，里面唔睇得。你啲底褲唔係其他嘢嚟嘅。有幾想？哇！你永遠嘆到啦。佢想要嘅修容粉，呢個色幾好睇嘅色。就係你永遠想要嘅毛毛襪啊！你可以揀其中一對。完啦，完。你知唔知道你估下你有幾多份禮物？有心機嘅，我嘅數量18咯。冇錯，我送咗18份禮物俾佢。就看到，踢住了，错过了，你我的歌。